升级前，请将已联网的手机正确安装在林某手机云台三上，并确保云台电量在30%以上。启动手机云台，然后打开 DJI Mimo App， 连接手机。如果有可用的固件更新 ，App 将发出提醒。点击可用的更新提示，开始下载更新包。下载完成后，点击安装，执行升级程序。升级过程约持续3到5分钟。此时，云台的状态指示灯将呈红绿闪烁。升级成功后，状态指示灯将显示绿灯常亮，同时 ，App 也会发出成功提示。若 App 提示升级失败，请重启设备再次升级。若多次升级失败，欢迎搜索大疆服务微信公众号，获取技术帮助。感谢您的观看。